小月血型是 A B 型，万不会让黄金看到记录卡顶关的血型足迹，小月型我们都别讲伊啊。校长，助理，代志无好啊，我学生哦为撞到大楼的，厝尾顶泄露来啦。当事者，你情形好清楚，我等下要安怎甲校长交代清楚，代志的经过。你唔通甲阮做咱白帮你甲乌呢？绝对是受人威胁啦。 一定都是安尼啦！真啊，阿母，五哥，就是你甲老家已经拔掉掉啊，因为咱本来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啊。多谢您关心我这首歌，我真正无分一个受害人，我无想要伤害老家的人。为了趁这个机会，要大家宣布，阮精英集团决定要替你站言，来只管了当，帮助永兴甲宏图清理门户。你都已经出局啊！ 你若可以出这一家，你就继续对我唱手，继续笑不要紧。等下你就会亲像把永兴集团百分之五的股份交伫我后生的手里。若是股份，何有生命提起是变安怎？我是不是应该甲我怀疑的代志甲爸讲？你继续开会啊！记录血型的，面具是O型的，那呢温柔又会行，必须要是O型的。系啊。 小月血型是 A B 型，万不会让黄金看到记录卡顶关的血型足迹。小月型我们都别讲伊啊。小姐，小姐，下面仪式会当开始啊。那，黄金要不要提到小月继续？今晚要安怎处理啊？竟然啊，黄金姐，你到底是不是迷糊啊？